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高考和中考了，我们小学生也要进入期末阶段了。今天就让我们来写一本数学卷子吧，来吧。谁怕谁，乌龟怕铁锤，我是铁锤。那我是谁？开始。今天复习数的认识和量的计量。第一题填空题，开始第二页了，才25分，已经开始最后一页了。最后一题找规律，把数字写出来就一目了然了。完成，完成。不检查了，查了，确定哈。好，来开始吧。35分钟开始批卷。我们现在讲题了哈，几个几要用什么？对，要用数字啊。这个地方也是4028，最接近8000的是8024，是不是8024最更接近？就少一个零。对，这地方填3行不行？奥米等于多少？8厘米，比8厘米大还是2分米大？2分米大。点30分上课，一节课40分钟，是不是8:70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没错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有没有8:70？9:10。对。得了95分。今天错的这些地方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我们要再接再厉，保证比你难过。95分好的。好的，来继续加油。来，哥。